姬啊，无姬，何日才能报仇雪恨？不好，我预感我的朋友孙悟空有难。前面施工，此路不通。难得看见美女，我却没有行动，果然来者不善呐！出大事了，那个孙……哎呦，屁股疼！孙悟空即将被殴打，剑圣前去反抗客，路上又被雷欧娜抓了，而我病痛在身，唯一能够帮我的是一个叫黑墨丁格的家伙。我希望他能帮我改造这个身体。瓦罗兰的英雄和变态都出奇的多，不是什么人穿越过来都能有所作为的。拿出来吧。我要是不能，就算要杀一个无辜的猴子，感觉还是有点难呢。你杀过的小兵还少吗？说不定啊，里面就有100只猴子。哼！女施主演的一手好戏。假的，刀妹，猴子就在眼前。刀妹，回头还来得及。杀心一起，守不住了。我见过刀妹凶残的时候，有时候是该有人阻止一下她。瓦罗兰是有很多凶残的妖怪，但有些妖怪却很可爱。人家穿越这么辛苦，你这剑圣也不给这猴头弄点吃的。我这不就带过来吃包子了吗？我乃修行中人，口袋里是不带盘缠的。那些盖大将军还有什么王的，不支援你一点吗？那我岂能要啊？做兄弟不是为了这个。你愿意在我店里帮忙吗？我正缺个伙计。谢谢女菩萨，只是什么？嫌我不是你心目中的黑猩猩吗？不是那个意思。别说了，去挑着那桶包子上街卖去，卖完才能回来。吃完再走。又没卖完。是的。今天不准吃桃。啊！悟空，回家吃饭了。再不回来都冷了。今天卖不完呢，他们说你的包子太难吃了。给。没卖完呢。本来就卖不完。不如想点新办法，做点有创意的。听你的，悟空，早点回来。其实卖包子也是很有意思的，地瓜打打杀杀，煮咖啡也行。唧唧歪歪，老子干可你！要丹就公平的丹，公平的丹，不丹我还不乐意。就是鸟毛禁锢棒。悟空啊，悟空，我送你的独狼棍真
他只是做扁担用的。如果碰上怪物，千万要逃啊！在征服着海上，眺望着初升朝阳，那光映在谁肩上照亮，希望。